这应该不是粉红哈，但是我笑了。确实，中国来省事儿直接走就得了，谁办什么移民呢？我这个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讲，因为这个东西确实不太公平。南美这些地方其实也很多白人哈，他们是西班牙、葡萄牙人的后裔，他们是纯种的白人，有一些可能跟当地人混血，但是他们确实算是白人哈，但是他们的地位却不如北美的人高，这个让我觉得很奇怪。其他的，其实摩纳哥在非洲的地方，他们也很多是白人。这个我觉得并不是白人就有地位，还是要有钱。其实，在加拿大这样的地方，大家都是移民呢，而且白人并不是原住民。只要是加拿大人，都是从国外来的，基本上除了印第安人能留下，别的人都是外来的。如果你说什么"快滚回你的国家"，那这个国家一半就空了。移民这个确实不公平，因为加拿大都是移民，但是现在却分合法跟非法的。当然，还是建议要合法移民，不然你黑下来，你在这里很麻烦呢。